嗨，大家早，我是杨晴。今天是4月23号，然后决定从今天开始来稍微记录一下我都有煮什么好了。疫情嘛，所以在家里面我真的没事情可以做，我每天就是在想说我今天要煮什么。那我就想说，反正我的 IG 都有 po， 那也有人一直跟我敲门说，你为什么不就拍成影片就好？我就当作是我的一周的 vlog 吧，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累积成一支影片。然后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每天看的话，就可以欢迎去追踪我的 IG， 拜托大家去追踪我 IG 好不好？我 IG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人数，拜托大家了。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吧。现在是中午，然后我想做一个我本来就已经做好的东西。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是什么，放这里好了，希望可以稳定。好，我现在要做饭了。然后我今天要做的是我前几天做好的韩式辣炖鸡，然后跟我老公的一般煎的鸡排。这个是我前天炖好，可是因为我刚好又尿道炎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吃辣。然后我里面会加我老公吃剩的泡面，因为他没有吃完，不然这个的话，这个配饭超好吃的。然后我把这个配方留在下面资讯栏，然后你喜欢韩式料理的话，这个可以加进很多东西里面，我觉得很香，像是什么泡菜汤啊什么的。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炒饭、鸡排跟难吃的肠豆，然后这是我的。嗯，去拿了气泡水，因为有点辣。非常推荐那种减肥的人，如果你很爱喝可乐或是任何的碳酸饮料的话，气泡水是你非常好的选择。我本来是一个非常不爱气泡水的人，因为我觉得口感很奇怪、很恶心。然后自从我就是想说不要喝含糖，虽然我还是有在喝像是果汁还是冲泡式的奶茶，可是很少了，少很多。然后我都喝气泡水，尤其是在我下班之后，因为我在很累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想喝有碳酸的东西。可是总不能每天都喝可乐、喝橘子汽水之类的，所以我就喝这个。然后我都买很多放在家里面，放在厨房里面。臭仔他们家四个人，就是妈妈、爸爸、两个妹妹，都是在四月生日，可是因为我们整个四月都在禁足期间，所以没有办法去见他们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出门，所以只能在家里面过生日。然后我就上网找了一个网站给你们看，这个网站它就是专门在做饼干的。然后这是饼干，它一次都是9宫格，然后可以上面会印很多图案，就是你可以指定，然后也有很多不同格数的。然后像这样，然后就一盒很漂亮，不同的花色你可以选，然后它可以栽配到家里面。它是英国的网站，然后在刚刚我婆婆他们收到，然后就传讯息给我，就说他们收到了，然后还拍着影片给我看，就说很可爱什么的，谢谢这样子。我现在吃我的甜点，等一下，哎，没有办法对焦，哎，这个是我昨天做的焦糖布丁蛋糕。我做完之后我才知道我老公他不喜欢吃布丁，所以就变成我一个人要把所有的甜点，我做了四个布丁烧我都要把它吃完哦。因为我刚好我有买草莓，现在是法国的草莓季，草莓都很好吃。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挑草莓，就是一定要把它拿起来闻，它都是一盒一盒的嘛。然后如果要吃到好吃的草莓，你就是要把它拿起来放到你的鼻子前面。我知道现在这个疫情期间有点危险，可是我都会把它拿起来闻。如果它那个香味能够穿透盒子，它这种盒子上会有洞嘛，它如果香味能够透过盒子让你闻到的话，透过那个洞让你闻到觉得香味还是很浓的话，那个就可以买。然后有一些就是看起来很大颗，可是你闻就是闻不到香味，那个就不好吃，那个就可以不用买。然后我有问我婆婆说到底要怎么挑好吃的草莓，然后她就说如果有法国产的她都会先买法国产的，因为有很多会是从西班牙
或是别的国家过来，他说那个就没有很好吃。现在是晚上的8:20，对，可是，哇啦，现在是日照时间变很长，所以即便到了晚上的8:20，外面还是很像下午的大概5点左右，5、6点左右。那我现在要来做晚餐。OK，我是吃另外一个鸡肉，就可能跟我老公中午吃一样。然后我老公吃前天剩下的咖喱。好啦，我煮完了。这个是番茄蘑菇炒蛋，然后这是1块的鸡排，然后我就想说蔬菜不太够，所以我就炒了洋葱跟节瓜，然后下面有一点点的饭，这就是我的一餐。然后我现在想加一点点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辣油，里面有蒜头、白芝麻跟辣椒。我本来这个本来是满满的一罐哦，现在被我吃到剩下这样子，哈哈哈，爽！还有老样的气泡水。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最常看是什么？如果是1到5的话，通常会配的就是《型男大主厨》我跟你讲，多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厨艺真的会变好。早安，今天是隔一天早上，然后我现在吃完早餐呢，想说，我想说，我等一下就要出去买菜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外出买菜，可是我不喜欢人很多，超市你在某些时段去买菜的时候人还是会很多，然后。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嘛，都是戴手套。那我观察过，通常在中午以前去买菜是人会比较少的，所以我都会挑礼拜五或礼拜六的早上，中午以前去买菜，比较人会比较少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10点，那我想要稍微化一下妆，就出门买菜。我刚化好妆，我才想到。我好像要戴口罩哎，因为我现在我妈她有寄口罩，从台湾寄口罩来法国了，所以我现在有口罩可以戴了。然后我化好妆要戴口罩，所以我刚刚换了口红，就是这个，非常的不沾，就直接很深。哇，我带我老公从公司带来的。这种很薄的，可至少可以防御吧。就带下这个出门，好，出发。我回来了，历经1个小时买的菜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了些什么。哇啦，这是我刚刚才买的东西，这些加起来大概是50欧左右。买了3根 baguette，因为我们家没有了，然后。去超市买的这些已经现成的派皮，觉得非常方便。我觉得住在乡下好处就是这些东西都不会缺货，因为我知道在一些大城市这些应该都买不太到，因为太多人买了。这是披萨的派皮，就是铺在上面，直接撒东西上面就好，上去就好了。然后这两个是派，就是派的派皮，这个是那种千层，就是酥皮的。然后这个是一般的派皮的，不一样。然后买了2个金沙的蛋，因为它第二个半价。今年的复活节景气非常的不好，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，所以很多巧克力都滞销。结果复活节刚过，他们就一大堆在打折，而且应该很多，反正我每次看到就很多。然后买了一大盒的蛋，我现在蛋都买一大盒一大盒的，葱白。然后 cheese 这
这是臭仔吃的，这下面有两个也是 cheese， 这个是已经包装冰柜里面拿，然后这个是现切的 cheese， 然后这边有姜，然后马铃薯一大袋，然后青椒、红椒一大袋，然后这个是 pate， 就是肉的抹酱，它长这样，就是它可以切一小块，然后放在面包上吃。臭仔喜欢吃这种东西，然后我买了两个，这个是我看了觉得蛮有兴趣，这是鹅肉的，鹅肉，对，鹅肉，然后火腿跟火鸡肉，这个是杏仁粉。我最近在做甜点嘛，所以有一些还蛮多甜点都会用到杏仁粉，想说反正买了用不完没关系，这不会坏。然后柠檬，这个是护垫，我都用这个牌子的护垫，这是好自在，对 ，always 好自在的，然后我都买这个。这是臭仔的体香剂，就这样，拜拜。然后现在快12点，因为臭仔他现在还是有在上班，去公司上班，他不能在家里面工作，没有在家里面工作，所以他都会回来吃午餐，我就要来做午餐了。今天来做刚刚买给他的火鸡，给你们看他心目中第一名，他觉得最好吃的菜是什么，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失望。Can you open this? I can't. I tried. I can't open the can. Voila! 这个就是 Vion 最爱的 Disgusted Akiko Verde and Dand with some cream, extra cream. Why you like it? Because I like it.然后这个是我的午餐，一样是火鸡肉，然后我把马铃薯片冷冻马铃薯片还有蔬菜炒在一起 ，good。